炸锅。今天你要用气炸锅炸什么？炸这个薯条。薯条，那我把薯条放进去哦。你要不要坐下来？要。脚脚坐好了吗？好，把薯条放进去。你又炸好了，你来炸。我们吃得了这么多吧？好，这样就够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把它放在气炸锅里面。少了什么？少了这个，我们先把它放上去。我再把它放进去。好，来按，来刷刷，这个扭到20分钟，扭到20分钟，扭，哇，开始炸了，好，14分钟，嗯，炸20分钟，很棒哦，等一下就有好吃的什么？薯条。好，我们上去玩玩具，等一下来吃，拜拜。